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古人说啊，为政不在多言呐、啊，这个多言呐、啊，容易啊，造成啊祸害啊。这个确实啊，祸从口出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一个个案啊，譬如说这个美国、啊、哈佛大学校长啊，桑默斯校长啊，之前呢、啊。离职的原因，当然后来有一些学院对他的一个反对啊，是其中一个因素啊。可是他是以前当过美国财政部长，而且非常年轻啊，就当上教授啊，才气纵横啊，备受肯定啊，学术上或者是在这个行政上面都是这样啊。可是他之前呢、啊、也引起一些祸端，就是他提出来说，女人呐、啊，基本上好像是有一些这个跟男生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啊，在科学上，在数学上，他们的成就啊比较低啊。这当时此言一出啊，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波澜啊，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这个反对的意见排山倒海啊，这千万所以讲话要非常小心啊，尤其牵涉到两性之间的，绝对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没有错啊。所以有些人画像上面，譬如说这个画像想讲的是什么，女人永远踩在男人的头上啊，这基本上是错误的，大概还是男人踩在女人头上的一个情形比较多啊。确实啊，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从这个小时候来讲起好了。现在的时代当然比较不一样啊，是吧？好像男女生还是比较平等。可是、啊、从早期的画作上，我们大概就可以读得出来，实在是不平等啊。譬如说，这个小男生呢、啊，在这边呢、啊，好像这个不是很专心的在念书啊。这个小女生在那边啊，很希望念书，没有书可以念啊，必须要做女工的这个状况啊，从这个画作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得出来。所以啊，男生不认真啊，不但剥夺了自己成长的机会，也剥夺了女生成长的机会。好，长大一点啊，后来已经结了婚了，在家里面工作啊，没办法去念书啊，没办法去工作深造啊，或者是工作啊，只能在家庭里面啊做这些工作啊，非常非常辛苦啊，这个我们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啊母亲的一个辛劳啊，家庭主妇的辛劳啊，事实上日出而作，日入还未息呀、啊，不能休息呀、啊，整天这样子啊，非常非常辛苦、啊。为什么这样辛苦？我们来再看看这样的状况，这是烫衣服的这个情形啊。其实啊，这个为人妇啊，我们从这个字大概也可以读得出来，这个女生拿个扫把，就是为人妇的意思啊。那后来又为人母以后啊，要做牛做马，这个好像是这个宿命一样啊，非常非常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去考量啊，真的是女生很辛苦的这个状况啊。好，这个有时候啊在家里面工作这很辛苦、啊、有的时候为了家计啊，不得不啊去外面帮忙啊，补贴一下生活的一个津贴啊。像我们从画作上也可以看得到，妇女能做的一些工作，大部分都是一些蛮辛苦的一个工作。像这是在纺织厂里面工作的这个情形啊，工作里面的条件啊不是太好，然后啊整天这样站着啊，辛苦的一个工作啊，工资又非常微薄的这个状况啊，这是在所多见的、啊、在古今历史上都是这样子啊，女工劳工啊，女好像当成这样子剥削的一个对象的这个情形啊，近代史上层出不穷啊。所以即使有机会到外面工作啊，也是不是平等的待遇啊，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大家想到这里，这个要刚刚桑默斯校长讲的，说在科学方面，在数学方面有杰出表现的比较少，那天经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没给人家机会啊，并不代表人家没这方面的潜能啊。比如说有些人能够突破困难重重啊，女生啊能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啊，像这个居里夫人啊，不但这个研究出色啊，得了一次诺贝尔奖，跟她先生一起得以外，自己又得了一次诺贝尔奖啊，化学奖啊。所以啊，这个一个人连得到两次诺贝尔这个奖的这个机会、啊、很少，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大家所熟知啊，女性的一个科学典范啊，似乎居里夫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典范啊。事实上不止，比如说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位人物啊，跟底下的这些病啊都有密切的一个相关的、啊，怎么治疗，解除了这些病的痛苦，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啊？这什么哪一些病呢？不止一种病啊，譬如说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病，这是疱疹啊，在皮肤上已经引起了这么大一片的这个影响啊，这种疼痛不舒服啊，
不在话下，局部的刺激啊、痛啊，这不在话下。有时候还不止，有时候临床上还会出现一些病人啊，这个皮肤的一些症状不是太明显，但是临床上出现什么，譬如说抽筋、癫痫、神志不清、昏迷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给他抽血，这个脑脊髓液的检查可以发现有这个疱疹的病毒，给他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可以发现脑里面在颞叶这个地方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个成像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临床上这个病人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癫痫啊、神志方面的一些症状以外，有时候还会出现啊幻觉的一些状况会出现啊，所以这些病人啊，假如诊断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的话，这个治疗上啊大概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是怀疑到，然后给他抽血做这个确定以后，抽脊髓液做这个确定以后，就可以给他抗病毒的一个药物啊。这个病人可能的一个改变是非常剧烈的，昏迷变成清醒啊，这是我们临床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个案的。这个要归功于我们待会要介绍这位女性科学家。另外不止这样子啊，还有像这是一个肾脏移植的病人啊，我们把肾脏种上去以后，可以看见他血流状况蛮好的这个情形啊，输尿管的功能啊，再接上去以后也能发挥他排尿的这方面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病人可以恢复，但是不是技术这样就解决了，接着要抗排斥的药，抗排斥的药也跟这一位有相关的，所以这位科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刚刚提到疱疹病毒，它可以有药物的一个治疗来抑制这个疱疹病毒的繁殖啊，让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的地方能够压抑下来。肾脏移植抗排斥的病毒、抗排斥的药物啊，也是跟它有密切的相关。然后呢，还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什么状况呢？这是艾滋宝宝啊，艾滋病啊，不是他的错啊，但是生下来有艾滋病，那这个是艾滋病的病人啊，我们泰国的慈亲啊去照顾这些病患啊，在病榻旁边照顾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啊，那当然他们也做好很多的一个防护的动作啊，基本上这个不是，他是经过血液体液的一个传染，外面的接触不会影响到这个疾病的一个散播，所以艾滋病这个的治疗跟这位科学家也有关系啊。AZT 啊，我们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一类抗艾滋病病毒的一个药物啊，这也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得到诺贝尔奖啊，在1988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奖，这是哪一号人物啊？这个叫做埃利恩这个女士啊，在1988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奖啊，那个。听到这里大家想说，哇，原来女生很了不起啊，了不起的不止这个啊，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纽约一个有名的大学啊，化学系第一名毕业，高材生，可是毕业的时候啊，她想要继续深造，要到研究室里面啊，她对这个研究很有兴趣，要到研究室里面去进一步去学一些东西的时候被拒绝啊，第一名毕业被拒绝啊，所以他后来就去当老师啊，补习班老师啊，高中老师啊，一阵子以后，后来才有办法再进入药厂里面工作啊，实验室里面工作。那为什么他后来有机会进入药厂里面实验室工作呢？主要理由啊，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啊，二次世界大战啊，发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很多的男生啊，到战场去啊，到一些地方去以后啊，结果这个实验室啊，才有这样的一个空缺出来，他才可以进入实验室里面工作啊。后来才在实验室里面研究出许多的事情。他后来有没有念博士班？也没有啊。他想深造，可是工作经济上不容许啊。所以他也就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奋发，而且啊，他终身未婚啊，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个投入非常非常深入啊，才研究出这么多的改变世人啊，改变很多疾病的这些东西啊。后来虽然得到肯定啊，但是这一辈子的付出啊，让人家非常非常佩服啊。所以女人啊，多一点当男人用的话，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